确实没学过，爱像无心电波，这微妙的感受原来就是心动。你突然出现将我认知一一打破，你可爱的笑让我世界的分子都重构，意料之外的交错，计算不出的结果，遇见你的那刻心跳瞬间超负荷，我的心脏因你蹦蹦，心动的节奏蹦蹦，下一秒就要跳到外太空，我的心脏因你蹦蹦，无法自控的蹦蹦，就这样跌入爱的黑洞。 Oh I'm thinking of you，你刚才为什么没有跟他走？因为你受伤了呀，我是你的朋友，自然要照顾你啊。朋友？嗯，你给我买衣服，让我住在你家，还给我讲了很多现实世界的故事。哦对了，你还是我的作者，我们不是朋友是什么？白素锦，关于作者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没事吧？一路站到了，请从后门下车。下车时，请您注意安全。下车吧。你怎么在门口等我？哎呀，给你发微信你也不回，知道你受伤不方便，我特意买了点菜，给你做点好吃的。胡大厨再现江湖。好啊，我还没吃过你做的饭呢。我来做。不啊。我来。你俩入定了，要不我来吧。哼，我家可是有法国私厨的。我这里有全世界的菜系。我来吧，你俩一个受伤了，一个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。哎哎哎！你俩咋在这儿啊？你们忙，你们忙。选哪个？选什么？啊，选菜啊，吓我跳！哎，那个安神不喜欢单数吧？我在这安神肯定吃不舒服。我晚上还有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这里面一定充满了爱心，会很好吃吧？怎么样？味道一定很棒吧？哼，吃这个。如何？香吗？不错，点外卖吧。一定是你的问题。还是外卖香。你们家的装饰品味真差，一点时尚都没有。哎。
小白，你干嘛一直盯着安神看呢？因为他受伤了呀。是吗？你真是一个无聊的男人啊！你真是一个无知的男人。哼！这都是什么时候的款式了？真是一点时髦度都没有。会物理又有什么用？我们漫画世界根本就不需要。小白，我发现啊，你们这些人不能沾水倒有一个好处，那就是根本不用洗碗。特娇，你看，今晚有星星。安雨峰说，每一颗星星都是不一样的，他们都在宇宙。小白，我问你啊，在你们漫画世界里是怎么形容喜欢一个人的？你会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。那，你对季明有这种感觉吗？没有想过为什么？奇怪，他是我的男主角，为什么会这样啊？他是你的男主角没错，但他未必是你喜欢的人呀。嗯，就像一个出场设定，那是作者给你决定的，不是你自己决定的。出场设定？你仔细想一下，除了作者赋予你的这些，你自己真正喜欢的到底是什么？我好像和以前有些不一样了。比起紫色，我更喜欢黑色了。比起鹅肝，我觉得普通面包也很香啊。我在想，我为什么会变呢？小白，那你对安雨峰有没有心动的感觉？我要去问问他，他是作者，一定能帮我解答这些奇怪的感觉。安雨峰，我有问题要问你，你不是作者吗？为什么？白苏姬。他根本不是作者，你一直以来都被他骗了。不会的。他之所以骗你，是因为他想研究你。对不起。我说了，他根本没有受伤，他一直在骗你。你说过，朋友是不会说谎的。小白。在我生命里呼吸。